富邦悍将投手陈宏文，记者廖耀东社。记者罗志鹏台中报道，今天富邦悍将以12-2击败中信兄弟，陈宏文在当最佳主角，先发6局50分，多胜投和单场 MVP， 对战老东家相当有心得，目前防御率零95，战居联盟第一。兄弟先发投手蔡奇哲前4局未被敲安，5局上让前2棒上垒，高效一触及短打。蔡奇哲接球后原本选择传3垒制造封杀，结果发生接球失误。接下来悍将一轮猛攻狂灌10分，奠定胜机，单局连得10分，差点追平单局连得11分的联盟纪录。蔡奇哲先发4局18分通败，他表示前4局有照自己想要的节奏投，可惜第5局自己手背没能处理好，节奏整个乱掉，影响蛮大的。陈宏文前一对兄弟先发7局50分夺胜，此役再战老东家，头6局被敲4安50分，标旗 K 拿下本季2胜，连续15局投球50分为个人纪录。他表示看到高孝仪每季守备，自己也很兴奋，他相信队友守备，也感谢捕手林佑颖的配球引导。本季陈宏文曾投1休4，也曾投1休10，出赛频率并不固定，不管隔几天再先发。陈宏文说，有机会投球我就很开心了。